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奇侃。然后今天呢，也是忘了，再来一遍。今天呢，也是收到了敏感的练习室版本，然后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观看它。然后，行吧，这个舞蹈呢，是我跟寇聪，然后我们俩商量着，磨合出来的。所以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，就因为拍摄时间其实还挺仓促的，就是舞蹈刚成型没多久就拍了，然后所以说，哎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哎呦，帅的。这么一看，我的黑发好怀念啊！自己看自己好丢人。明天像风暴般安静与欺骗，情绪在冰冷的水加速蔓延，不知道现在在哭，追星的像你不怕一路疯癫。我怎么做？我该怎么说？这边更多是想要做一种就是被操纵的感觉，对。我最喜欢这个动作，哦，帅。这边就更多是一种在受人操纵，包括说可以轻易的就把我给压下去的感觉。对，
所以在编舞上做了这样的设计。包括这边你看，其实也是伴舞老师他们把我给丢出来的。这里的寇松其实就是镜子里的我自己，然后他想出来，然后我也是很想逃避，他把我拉进了镜子里面。看看空空炸，这整个编舞呢，其实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地方，然后才开始算是有改变。就是前几段，其实更多的是别人在操纵我，不管说是把我推来扭去，然后想让我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动作，包括说别人的手可能轻易的就能把你压下去这个样子，然后在后面也会去做一些改变去反抗。对，我该怎么说，你的敏感像是陷阱，我怕是沦落，我就是把我刚才的害羞都剪掉，谢谢。就是你们看到这一段估计就是什么啊，林夕敢不可以，妈妈不允许啊，这剧情需要，只不过说是，但我看了我也没想到，哇哦哇哦，就好吧。就其实更多这边在表现的就是说别人还是想操纵我，但是我会一一还击回去。对，就其实是对应着前面的镜头然后去射击的动作，包括他们操控我，我也可以操控他们了，就会获得一个自主，或者说在变强大吧。这个力度还行。包括这边也是他们蹲下去，但我不会再蹲下去了。哎呦，还坏笑一下，我拍的时候，我什么时候坏笑过？哦，绝了！哦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在，哎，算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。自己看自己的东西还是会感觉很羞耻啊。然后包括说结尾的这个动作动，它其实是一个 K 的意思，所以你会看到开头的时候也是从 K 开始打开，从 K 结尾。然后在这个舞蹈上面其实真的还想了挺多的，包括说这是怎样的一个镜像，做的是什么动作能显得更加狰狞。然后包括说最后其实在那边就是叉叉空头一歪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更多想表现的是一个我要自我了断，我要从镜子或者说梦境的世界我要回归现实，我已经想的已经够清楚了，所以说后面也会更加果敢一点。哦，就是人，哎，就是理解一下，当摄像机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然后在拍你舞蹈的时候，就是你不自觉的就是会装起来，因为这是我的职业，对，就是会装起来，所以那些什么坏笑什么的，哇，我自己看着都尴尬。但就是这个视频，然后再略微调一调东西，然后就可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。什么时候能呈现？我想想，几号发？我也不知道。就这样吧，拜拜，晚安。再看一遍。
我看。OK，晚安。